那人人的每一事都是安尼，不知来处，更不知去向。相信恁嘛唔知是安怎会来伫现在出生，现在出生，咱有满意无？不如伊的代志，十有八九啊，无满足啦，无如意啦，哪怕呢是小欲知足啦，嘛也阁有感觉人生有遗憾，遗憾的人生啊，想爱要知。想爱要做的，想爱要了解啊，真多真多，好像还阁离咱真长真远。真的，就是咱这世人，有想要做，有想要求，有想要得，个人要做的，的心态无同。个人要求的也拢无同，千千万万种的人，千千万万的无同的心向，啊，这种的心态方向呢，那对到了方向啊，咱了解，了解了。无名做作啊，和咱的人生处在中呀，和咱了解了后呢，咱想要追求，那唔知呢，对对的方向，可能家己自作，无名自作烦恼，那自作呢？落入陷阱去，咱也阁唔知，愈沉愈深嘛，咱家己也唔知。有一群怕辣的人呢，去用心嘛，去设计呀，要安怎样？可以很简单得到答案。在这个山拿的内底，设计了真多呢陷阱，坷坷曲曲啊，来来的物件。安尼甲铺伫迄个面顶，该。野树叶都足多哦，有一天呐，有一只鹿啊，打到这个陷阱啊，落落去伫迄个窟底里。鹿啊，大声悲鸣啊，叫啊！修拉的人啊，伫真远都拢听到啦。大家人都抢着要来找这只鹿啊，到底伫倒一个窟？四方八面都拢总围哇来，安尼伫咧喷敌。啊！呢，一个一个啦，拢落落去的，迄个陷阱。啊！呢，踏落去啦，好迄个刺的木枪，啊！呢，刺伤。相当死去啦，有的呢，相当啊，悲鸣，落啊咧叫大声，
真侪人喊井的内底，搁较大声。庄头的人听到消息，赶紧来呀，找伊的亲人啊！一个一个救起来，有的救起来已经无生命，有的轻伤，有的重伤，遍体鳞伤。规个庄头真多人。有的人是伫咧办丧事啊啦，有的人呢找医生啊，找药啊，伫咧讲，拢是呢伤在自己，伤胃寒气，用大家人各人各人啊，所伫咧胃的困。互相唔知影，所以听到落声安尼喷滴话来呢，难免呐受这么大的伤亡呐。遐受伤的人，一段时间疗伤，有一位呢从外村来的人。就问因讲，恁阿呢？那是好啊啦，恁是不是要搁再从事这种危险者呢？来打了伤众生的命呢？这个人都安尼讲，唔敢啦。一段时间受伤的时，才去体会到。这些动物呢，在陷阱里啊，受伤的痛，他们悲鸣哀叫，是因为呢，身体的伤的痛，不敢啦。从外地来的人，伊讲：“哎呀，人就是爱有遇到，才会当亲身体会啦。”我捌听到佛陀伫甘露园城中啊，伫咧说法，佛陀啊。所讲的人生苦难，都是来自于一粒贪念。贪念会引起了痴迷，痴迷呢，就亲像处在长长的黑夜里，暗时共款，看袂到路啦，就亲像恁大家人。为着生活，所以恁无少伤害动物的性命。恁安尼设这个陷阱，结果呢，恁是自害自己呀。学者的人听到这位外地人讲出这的话来啦，大家人心有所悟，所以身体较。好啊，大家人发心嘛，愿意要去听佛说法，就开始呢，到佛的境界去听佛说法，向佛呢忏悔，家己呢设了这个罗网啦、陷阱，安尼来伤害生物。错误啦，知影啦，所以想要来听佛说法啦。佛陀呢，开始就甲大家人讲：，哈，人生啊，就是为着一时
心欲，所以设下了真多呢，迄个罗网陷阱，各人的陷阱各不相同。我开我的陷阱，你开你的陷阱，各人开着迄个陷阱呢，别人唔知落这个陷阱来。我唔知呢，我会落入你的陷阱，你落入我的陷阱，人生敢唔就是安呢？自作罗网啦，自开陷阱啦，彼此之间呢，这种心思混乱、贪嗔痴啦，在这个中夜中呢，无明啊，各国呢都会搁在。走入这个陷阱的内底，人甲人的中间啊，互相牵引啊，引入无明网啊，那引入呢一种这个人所开的陷阱里去，这偌尼险啊！